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请掀开圣学根之根第一册《三字经》第40页，我们从第一行开始看起。孟子者，其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这是为我们介绍孟子这一本书，它一共有7篇，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这是孟子的学生万章和公孙丑，他们记录老师孟子的一言一行，都记载在《孟子》这本书当中，讲道德，说仁义。它的内容所阐释的都是仁义道德之事，比如说崇尚王道、阐明性善等等，是一个崇政治国的典范。那么，什么是道？什么是德？什么是仁？什么是义呢？这个道是道路，凡是应该走的路，应该做的事，这是属于道。能够依循天真之本性来做，那么这个是道。而德呢？则是要依循正道来行，心有所得，这是德；而仁，则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和睦融洽。能够时时处处都为对方着想，而如果一位仁德的国君，他能时时刻刻想着百姓，这是一位仁君的一个应有的心态。而义，这个义字，是合宜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它是正当的，不应该伤害别人，能够把它落实出来，这就是义。孟子他本身呢，是继承了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夫子之道是传给曾子，而曾子呢，又传给子思，子思则再传给孟子，所以孟子被称为亚圣，他是继孔子之后，就把儒家的思想真正是发扬光大。而孟子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呢，是在战国时期。而战国这个时期啊，整个社会其实呢，它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代。这个时局非常紊乱，
而且各地的诸侯、各国的国君都希望能够凭借武力来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这个时期就发生了许多的战争，而其实受伤害最深的就是这些老百姓。那么孟子，他出生在这个时代啊，也是念念为了拯救百姓，希望他们能够免于受苦。而且呢，希望战争不要再发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孟子呢，他在许多诸侯的这些君王之间到处去游说，把他的这种王道的思想和主张呢，就广为宣扬，并且劝导他们呀。如果他们希望能够实现整个国家真正的富强，要成就王道，那么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实现呢？孟子特别强调啊，要讲道德，要行仁义，而且要能够多多的为这些老百姓来着想了，为什么呢？像孟子他曾经提出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所谓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们就看到孟子所主张的这种民本的观念，百姓他是一个国家能够建立、能够安定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所以作为一国的国君呢，他首先呢，就应该要把这些老百姓的需要和他们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如果老百姓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他就会忠心耿耿的来爱这个国家，来报答这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他自然就能够强盛起来。虽然孟子的这种思想啊非常之好，可是，在当时的这些国君，并不愿意采纳他的意见，他们都是相信呢，啊，要用这个武力呀，来平定天下，所以在那个时代呢，虽然孟子他抱着这个能够使天下太平的一种理想呢，他在许多国家之间一直在奔走，并且向这些君王游说，但是呢，这其中的阻力也是很大的。特别是这些不同的国家的这些臣子之间呢，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呢，孟子他就以良好的辩论的口才，用仁义道德的思想啊，与他们产生一些辩论。那么其实啊，他本人并不希望这样做，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孟子的一生啊，有很多地方和孔老夫子非常的相像，都是有非常好的政治理想，但是呢，并没有受到当时的执政者的重视。于是呢，孟子在外不得志，只好又回到邹国。于是他又效法孔老夫子啊，开始推广教学，来教授这些门徒，与学生们在一起呢，谈论这些道德仁义之事。
这就是后来啊，学生们整理出了《孟子七篇》，这是里面所谈的呢，也都是孟子在教学当中所传授的这些思想。而我们在《孟子》这部书当中啊，我们看到第一篇就是孟子去见梁惠王啊，这一段对话特别的精彩。有读过孟子的同学们啊，一定对孟子和梁惠王之间的对话呢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孟子去见梁惠王的时候，梁惠王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他说呀，说先生，您来到我们的国家，究竟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和利益呢？那我们相信呢，这个话也都是很多啊，身为君王的人，他非常关心的问题。可是孟子却回答说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呀。孟子他的主张，他非常直接的就阐释出来，他是主张要力行仁义，而不愿意去谈论这些利益之事。所以最后呢，讲到最后啊，孟子就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个上是什么呢？这个上当然所指的就是君王，所以下所指的就是老百姓。而上下交争利，你看一个国家，如果上至君王，下至老百姓，每个人都在追求功利的话，那么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这个国家危矣呀，而国危矣，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那么我们不要说一个国家了，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其实也是如此。如果在家庭里面，你看夫妻、父子、儿女啊，这些家庭成员彼此之间都在互相的竞争利益的话，那我们看这个家它还成不成一个家呀？这就家不家了，不成为一个家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啊，如果一个国从上到下，大家都是在竞争利益，以这个作为上上下下的一个共同的目标的话，那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就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社会的问题产生，那么究竟这是根源在哪里呢？这是我们不能不反思的问题啊。我们看到就像师父上人所说的呀，你看在今天全世界的范围当中，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教人要竞争，你看从小就争到大啊，一定要争第一啊，什么事情都要争要抢啊，甚至于呢最后带来的结果呀，走到社会上也是不择手段的去竞争。那么换句话说啊，这个时代同样我们遇到了孟子当时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社会上从上到下，人们不讲求道理道义啊，而是注重什么呢？而是注重功利。你看这种情义、道义、恩义都没有了，最后就剩一个什么呀？就剩一个利啊，利益的利。有利益了，我们就是朋友了；没有利益呢，就是敌人。
有利益我们就联手，没有利益呀，就想尽办法要消灭对方。这种做法呢，就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祸患。所以，师父上人讲到孟子所说的这段话呀，非常感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不只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呀，而是举世之人呢，都在竞争、斗争，甚至发生战争，都在争财争利，这是举世危矣呀。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族群了啊，现在是全世界的范围都遇到危机，所以确实呢，我们不能不反省，不能不回头。要从这种功利的思想、追求利益的思想、竞争的思想，我们依循孟子的教诲啊，要把它转回到道德仁义，那么这个社会呢，才有救。所以说，要挽回这样的一种局面，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呢？要从人心开始。而要改善人心、化导人心，最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方法还是教育，还是教学啊。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够使得人心真正的产生改变，从而呢，回头向善。所以，孟子所强调的，我们要讲求仁义道德。那么，换句话说啊，在这个时局当中，我们应该要把教育把它摆在第一位。那么，这个教育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这个教育就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和圣贤的教育。如果在这个时代，也能够出现明君圣主，能够认识到这种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呢，能够推广这伦理、道德、因果、圣贤这四种的普世教育呢，那么这才真正的能够把这个社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一个安定、和谐的一个新时代。孟子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请接着看下面的这句经文。坐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抑。中庸的这部书，这是四书当中的一部。它是谁所作的呢？子思笔，也就是说，这是孔老夫子的孙子孔集。孔集字子思。是他所做的。中不偏，庸不抑。这个中是不偏不倚，而庸呢，庸不抑是不抑不变的意思。所以，中庸所说是不偏于一方、永不改变的一个天下的真理。这是中庸。那么下一句，做大学乃曾子。
自修齐，治平治。这是谈到大学。大学这部书呢，是孔老夫子的学生曾子所写，它一共有10章。那么大学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修齐，治平治，就是阐述的是一个人他从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好，那么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看了，从坐中庸，子思笔，一直到自修齐，治平治，这8句所说的呢，就是大学和中庸。坐中庸，子思笔。子思呢，是孔子的孙子，也就是伯鱼的儿子。这个己是他的名。那么后世之人呢，是尊称他为树圣，这个树就是孔老夫子祖树尧舜宪章文武，树而不作的树，叫树圣。这个中庸的33章就是孔集，也就是子思所作的。那么中庸这一部书它有什么重要性呢？实际上来说啊，它就是儒家的心法。而程子他解释这个中庸说，中不偏，庸不易，这是讲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它是不偏不倚的，它也是我们在日常的行为当中呢一种可行之道啊。所以我们应该一直循道而行，而不能够有所改变。做大学乃曾子，这是谈到《大学》这部书的作者。那么它的作者是什么人？其实在古时候是有争议的，说法不同。而《三字经》的作者，他在这里说，做大学乃曾子，这是认同程朱的说法，认为说这个大学它是曾子所做的。那么曾子，我们大家如果读过《论语》啊，对他很熟悉，这是一位孝子。曾子，民生，字子语，他是孔子的弟子。那么后世的学者是把他尊为宗圣，至圣先师是孔子，亚圣呢是孟子，而庶圣是子思，宗圣呢就是曾子。而大学他本来啊是《礼记》当中的第42篇，但是朱子在编这个四书的时候，他怀疑《礼记》当中所流传下来的经文有错简，所以朱子呢就对他重新做了一个整理跟修改。而雪庐老人对于这桩事情他有一个评价，他说呢，大学啊或许是存在一些可疑的地方，但是朱子他把大学的内容做了改动，
这确实没有疑义的。那么换句话说啊，朱子他所做的这种改动是不可取的。因此呢，我们学习《大学》还是要依照《礼记》当中的原本，也就是古本的《大学》来学习。自修齐，至平治。这个呢，就是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好，那么当然这个是三字经，也是三字一句这样编下来了，这是为了读起来啊能够朗朗上口，所以在这里写成治平治。那么其实治国是在平天下之前啊，那么其实这里所指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字经的作者啊，是把这个中庸放在了大学之前，但是呢，程子他的观点是大学它是初学入德之门，那么这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我们学了大学之后啊，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然后呢再来学习中庸啊。这个中庸是儒家的心法，他所讲述的是心性之学，心性的学问。那么学了大学和中庸之后，我们再来读论语和孟子，这就是看孔老夫子和孟老夫子如何把这些原理原则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这是他们的表演。所以通过这样的次序呢，我们就能够由事而悟理。这个学习起来啊，这个次第呢就这样编排就非常的好。那么中庸这里面都为我们阐释了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庸的开篇。在中庸开宗明义当中就谈到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那么什么是天命呢？这个天命是我们本有的真心。天就是自然的，是固有的。那么按照佛法的说法啊，特别是华严经的境界啊，我们就能够体会到呢，像我们现在这一念心性，这个真心本性啊，其实它是变法界虚空界的，也就是说它是充满着整个宇宙的，不生不灭，无有动摇。所谓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这个三际讲的是什么呢？三际所指的就是时间，它是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十方所讲的是空间。所以中庸所说的性呢，这就是说啊，在无穷无尽的时空当中，这个心性它是无处不在，它是无处不遍满的。好，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天命之谓性。好，这个性。那么什么是率性之谓道呢？这个率性就是说众生有感，自性就有应。那我们知道啊，自性的作用，它的大用呢是能知能觉，它有见闻觉知的这种功能，所以才能感而遂通，有感就有应。那么这个感应呢，在佛法当中就称之为因果。那有人要问呢，这个感它究竟是什么呢？
实在上来说啊，起心动念，这就是感。而应呢，应就是境界现前，这是应。所以因果感应它相续循环，这个理就叫做道。那么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啊，所谓种善因得善果，造恶因一定会有恶报，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好，所以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你看它是一丝毫都不会产生差错。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来的呢？实际上本来就是如此，它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是道。好，如是因就得如是果，那这是率性之谓道。那么什么是修道之谓教啊？当我们真正的明了了因果的法则，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就会依循着这个因果来修，来断恶修善，种善因得善果。那么最后啊，我们这个果它才能够达到圆满。也就是说，种了圆满的因，就会有圆满的果。那么这种修德和我们自性当中本有的性德是圆融成一体的，所谓性修不二，这个就是圣人之教，这是圣人的教诲啊。当然这个理呀是非常的深。好，所以说中庸是心法呀，啊，以心传心，心心相应，啊，是孔门教学当中啊非常深奥的一个道理。啊，他讲的理很深广。那他是教导我们依照自性的道来行中和。这就是所谓啊，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日焉。如果我们所行的是中和之道啊，那么天地万物它自然就会处在自然和谐的状态。所以中庸所讲的这番道理呢，它是四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其实 不但是四书了，我们说整个圣贤教育其实啊都是以这种本善之本性为体的啊，也就是我们三字经开篇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所谓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你看儒释道的圣人所说的这个心性之理其实都是贯通的，它是一不是二啊。我们在儒家的经典当中看到的这些道理，其实和佛法所说的明心见性都是相同的呀，都是强调要让我们恢复自己的本性，要回归自己本有的明德，能够恢复本有的佛性而已。那么这个道它既然是这么高深，这么精微，那我们有没有下手处呢？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开始修道呢？佛门的祖师印光大师曾经有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开示，他说呀，其下手最亲切处在于格物慎独，克己复礼，主敬存诚。我们要是读印祖的文抄啊，这是印祖常常
会提到的格物慎独、克己复礼、主敬存诚。格物就是指的革除物欲，好，也就是把这些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啊、贪嗔痴慢啊革除。而慎独是什么呢？好，我们常常听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啊，就是说一个人呢，其实他在私居独处的时候也不能够随便，也不能够放肆。所谓是举头三尺有神明，都还在监察着我们的起心动念、一言一行。所以啊，即使是一个人独处，我们还是要认真地革除自己的私心私欲，他内心的欲望，这样呢就能够达到啊至善的境界。好，所谓是止于至善。那么这种慎独的功夫很重要。你看赵清献公，他每天晚上啊一定要焚香告地啊，就是把自己白天一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他在晚上的时候呢都要燃香向天地神明报告，凡是他不敢做的事情啊，不敢报告的事情啊，他白天一定不敢去做。所以慎独这个功夫很重要啊，不要以为我们私居独处的时候啊没有人见到啊，其实见到的可多了。你看杨震四之这个故事，当时给他送黄金的人啊跟他说呢，这是晚上，没有人会知道啊，您不必担心。杨震怎么说呢？他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会说没人知道呢？所以我们无论是在什么环境当中，都要重视这个慎独的功夫。因为只有能够做到慎独，才能真正的落实诚意正心。那么克己复礼，这个克己是什么意思呢？克己就是我们要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就是把我们自己的恶行、恶语、恶念把它革除干净，这个是克己。而复礼呢，这个复礼就是教导我们要遵循古圣先贤的教诲，古圣先贤所传授给我们的这些智慧和经验呢，并不是他们特意去制造出来的一些规范，而是呢，这些教诲啊，都是我们自性当中本有的性格。只是因为我们现在被妄想分别执着所障碍，所以呢我们心性当中啊本有的性德不能够恢复，也就是这个明明德，我们的明德不明了，不能恢复。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自己的明德，恢复我们的本性，那么我们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完全跟圣贤是相应的，这是我们自性的一种流露，自性的一种体现。但假如我们现在还不能恢复自性，也就是不能明明德，那就只能依靠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来认真的修学。主敬纯诚就是强调呢，我们的心中要有诚敬之心，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我们心中啊要有这种诚敬之心，那么圣贤的学问都是从诚敬入手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庸》大学里面啊，就学到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们学习大学《中庸》啊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好，前面这是《中庸》，我们介绍了一段经文，我们再来看《大学》。在《大学》的开篇，就谈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说的明德，就是我们《三字经》最开篇的时候所讲到的"人之初，性本善"，这也就是佛法所说的自性，这是明明德。在亲民，这个亲民是什么意思呢？亲民的意思啊，就是博爱大众。我们说凡是人皆须爱，这个爱就是亲民。而在佛法来说，则是慈悲，所谓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亲民。那么，什么是止于至善呢？当我们把明明德和亲民都能够做到圆满的时候，这就是止于至善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明德啊，它可不简单呐。这个明德，它是大人之学，它也是大道之体呀，大道的本体。而亲民，它是相，也就是现象；止于至善呢，则是它的作用。好，我们说体相用，这就在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当中体现出来。所以这三句话就把大人之学、体相用全都说明白了，与大乘佛法是相通的。可是我们现在的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的实际状况啊，是这个明德不明了。所以老祖宗呢，才在这个明德的上面加上一个明字啊，明明德，其中这个第一个明就是动词，也就是说呢，希望能够使我们的明德能恢复光明。所以我们说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呀？其实教育的目的无非就是明明德，也就是要恢复明德。而从佛法的角度来说，这是属于自利，也就是说要成就我们自己的德行与能力。那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恢复自己的明德呢？要恢复明德，就要断烦恼。如果我们的烦恼不能够断的话啊，这个明德它本身就没有办法恢复。所以，我们自利之后一定要利他，这个亲民就是利他，能够帮助众生来恢复他自性本有的明德，然后才能够止于至善。好，这是达到了善的极处，至善究竟圆满。那我们要问了，有谁能做到止于至善呢？我们看儒释道的这些圣贤之人，啊，孔老夫子他达到止于至善了，老子还有释迦牟尼佛都已经达到止于至善的境界，这是我们的好榜样。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就是整个大学的总纲领。那么我们既然了解了这个纲领之后呢，就要掌握这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做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呢？首先就要知止。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有一个目标，而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都不尽相同，但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原则，也就是无论我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一定要专精，这就是知止。所谓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那么知止而后有定，当我们把这个方向与目标都确定了之后啊，那么我们的心就有了固定的方向，就不会朝三暮四了。定而后能静呢，我们方向确定之后啊，才能够静得下来。静而后能安，静下来之后我们的心就安定，安而后能虑，心安定智慧就生发出来。虑而后能得，智慧开启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成就。那么这个德究竟是德什么呢？这个德啊，就是德明明德，德亲民，德止于至善，这个境界我们就能够达得到了。那么以上呢，是为我们阐明了纲领以及如何落实的这个方法。那我们知道了之后，这个修行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要从格物下手。那么这个物是什么呀？这个物指的就是物欲，是欲望。欲是深渊呐。一个人只要他有欲，他就不能够止啊。你看，知止而后有定，他止不了。所以要格物，这个格就是格斗的意思。我们要跟自己的欲望做一番格斗，要把这个欲望把它克制住。好，这个欲望包括什么呢？包括贪嗔痴慢、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好，这些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也是一般的凡夫啊，他努力的在追求的目标，永远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做这个格物的功夫，其实呢，就是要把这个欲望啊控制住，啊，把它克制住。物格而后知至，啊，你看我们的欲念能够格除之后啊，自信当中本有的智慧，它才能够显发的出来。那么按照佛法的说法，这个格物呢，就是破烦恼障，智知则是破所知障。能够把这两种障碍去除之后，我们的意才会成，我们的心才会正。那么诚意就是直心，就是至诚心。这个正心呢，就是身心大悲心，然后啊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这个就是亲民和止于至善的功夫和效果啊，就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师父上人这幅墨宝啊，就为我们阐释得很清楚。你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个对应佛门里面所说的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而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呢，这个对应佛法所说的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和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要成就这儒释道的圣贤教育，我们要真正的在学习当中圆满的成就呢，都是以修身为本，教学为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教育的重要之处，好，教育的重要性。这两段经文就是为我们介绍了这个
中庸和大学。那么这个呢，都是在四书当中非常重要的篇章。在三字经当中也特别为我们强调了这个学习的次第。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那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把圣贤根之根圣学根之根的课程学完特别是能够真正把它落实之后就要开始四书的学习。所以对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我们呢就要认真的把它读熟背熟，要领会其中的意思。而学完了四书之后，我们还要学习哪些经典呢？这就是三字经的下面这一句经文所说的。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哦。孝经通，四书属，儒六经，始可读。那么在这里呢，为我们讲述了《孝经》、《四书》还有这个《六经》。这个《孝经》它一共有18章，这是一部为我们阐明孝道的书，所谓是百善孝为先。所以古人学习呢非常重视这部孝经。我们日后呢学习圣学根之根的课程就会学到这部孝经。而这里说呢，这个孝经通，四书属，儒六经始可读，就是我们要把《孝经》这部书的道理真正融会贯通，再来熟读四书。好，那么当然《孝经》这是编在我们圣学根之根的课程当中，所以它的学习是在四书之前的。从《孝经》呢，我们真正了解到如何尽孝以及如何为人处事的道理。而有了四书的学问基础之后，就可以开始研究六经，这是更为深奥的典籍。所以我们通过这一句三字经的经文，孝经通，四书属，儒六经始可读，我们就能了解到对于六经的学习是有前提的，必须是通达孝经，熟知四书，然后才可以读六经。所以这个次第呢不能够紊乱，它有一个先后的次第。而孔老夫子他一生道在孝经，古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以易经统六经，以孝经统群经。也就是说呢，这个六经它是以易经为首的。我们下一句会学到这个六经都有哪六经，就是诗书易礼春秋乐六经当讲求。
所以诗书易礼春秋，这就是六经。而六经是哪一部经居首呢？是易经居首。可是和孝经相比啊，我们看以孝经统群经，这个易经和孝经一比较起来呢，易经又是排在孝经的后面，所以说百善孝为先呢。我们在孝经的开宗明义当中看到啊，孔老夫子他曾经说古圣先贤他具有最美好的道德以及最精要的道理，用来可以让天下和顺，无论是尊卑上下都能够和睦相处而没有怨言。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呀？曾子他就站起来回答孔老夫子说呀，他说曾参我不聪明，哪里能够知道这是什么学问呢？其实我们可以体会到啊，曾子对于老师所问的这个问题，他应该啊心里有数，但是呢他又很谦虚，很恭敬，很恭敬地询问老师，希望老师能教导他。所以孔老夫子就为曾子讲了这一部孝经。那么有人要问呢，那么究竟是什么能够使天下和顺，无论尊卑上下都能够和睦相处而没有怨言，这个美好的道德与精要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一个孝字。我们看这个孝啊，可不要小看它啊。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个孝字它是由老和子所组成的。老是代表上一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啊。子则是代表下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所以无始无终它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这也是横遍十方数穷三季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孝字它的内涵是无限的深广，以这个字为基础，我们就能够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孝经这是我们一定要通达的，我们到后面就会学到这部经。那么至于四书，我们知道四书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总源泉，因此这里说孝经通四书属，我们一定要学习四书的这一门学问，因为它是中华文化的源泉啊，这是不能不学的。如果不学啊，就像音乐生老师在这里谈到的，就如同是拔本而塞源，失去了根本，那么当然这是行不通的。那么关于孝经的当机者曾参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孝子。曾参字子羽，这是孔老夫子的弟子，他也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那么他是以孝著称啊，事亲至孝。那么有一次呢，他在一个瓜田当中去耕作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根呐、给他挖断了。那么当时他的父亲曾点非常的生气，
就拿着一个大杖子啊来打他啊，因为当时父亲在气头上啊，很用力的打，结果当时呢，曾子几乎啊就要昏死过去了。那么后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呢，又鼓琴而歌啊，就是让他的父亲呐、啊、心里感到安慰啊，就说虽然呢刚刚打得很用力啊，但是呢他醒过来了啊，也没什么事情了啊，身体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就被孔老夫子听说了，他就跟门人弟子说啊，说如果曾参来的时候，你们就不要让他进来了。那么夫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教训他的学生呢？因为夫子跟他说呀，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啊，行孝啊，也要有智慧啊，仁义礼智信呐、啊。这个智、理智、智慧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离开的啊。我们学孝、学忠，也不能去学这个愚孝愚忠，要有智慧。夫子在这里教他：小杖则受，大杖则守则走啊。为什么呢？如果你看父亲在气头上，哈，拿着一个小杖子比较小，哈，来打你呢。那这是你的身体可以承受的，你就站在那里乖乖地接受父亲的责罚。可是这时候如果父亲在气头上拿起一个大杖子，很可能会把你打死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不能学这个愚孝啊，你得赶紧跑，不能陷父亲于不义啊。为什么？他在气头上有时候失去理智，所以一时愤怒拿一个大杖子，要不小心把你打死了，那最伤心的是谁呀？最伤心的还是自己的父母。所以行孝也要有智慧，不能够陷父母于不义呀。这是孔老夫子教导他的学生曾参，为什么这件事情他做错了，把这个道理啊教给他。结果曾参听完了之后呢，他非常的后悔啊，他就说我的罪过实在是很大。于是呢他就来到自己的老师孔老夫子的面前向老师谢罪。其实圣贤之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给天下后世的人做榜样的。你要做出一个正确的榜样，而要依循智慧，而不是随顺自己的感情啊，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好，就像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啊，当时呢，在这个国家当中啊，如果你去啊拿钱去把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把它赎回来的话，国家呢就会有一定的赏赐。而这个时候，孔老夫子的学生，因为他家里呢很富有，不缺这些钱，所以把人赎回来之后啊，不接受这个赏赐。那么孔老夫子听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啊？虽然你们家里很富有啊，你现在可以拿得出这些钱来把人赎回来，可是有一些穷人没有这么好的经济能力啊，如果同样的遇到了这个情况，那么他可能呢就会不肯伸出援手来救人。所以很多事情啊，其实啊要依理智而不依感情啊，这个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都是要随机应变的啊。这个道理啊确实是很深啊，也是只有孔老夫子这样的大智大德之人呢 能够呢把这些理事性向因果各个方面呢都把它非常圆融的把它处理好。好，曾子他确实呢是非常的孝顺，他对孔老夫子所教的这个孝道的道理啊
深深的领纳于心。孔老夫子曾经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曾子他非常圆满的认真的来奉行夫子所传授的这个教诲，并且把这个孝之大也认真的来落实和力行。曾子啊，他有一日三省吾身的功夫，每天呢都不断的反省和检点自己身上呢是否还有哪些习气毛病，并且认真努力的把它改正过来。这些行持呢都为我们后世之人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德行，他才能够传述大学，才能够做孝经。所以做大学乃曾子自修其至平治，这都是曾子在领受了孔老夫子所传的心法之后呢，他才能够啊做出这样的一个不朽的经典。孔门的传承啊，从孔子传授传给曾子，曾子再传给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这样一代一代的师道的传承，使得儒家的学说啊，从这个孔子至圣，一直到曾子这个宗圣，那么到子思庶圣，再到孟子亚圣，真正的把儒家的学说啊，能够发扬光大。好，那么当然这个儒家的思想呢，也成为了我们中国历史上啊，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最深的学说之一。这个曾子的孝道的故事还有很多，好，比如说在二十四孝当中，孽子痛心的这个故事啊，许多同学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啊，这就是讲的曾子的至孝，跟母亲之间呢，能够因为孝心而产生的一种心灵的感应。你看，当时曾子平常对母亲就是非常的孝顺，结果有一天呢，他到山中去砍柴的时候，突然间家里来了客人，那么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呢，就非常的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就希望曾子赶紧回来。于这时候啊，他在无奈之下呢，就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就这个时候，在山里面砍柴的曾子啊，突然感觉到心痛啊，他就想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就赶紧跑回家，结果才帮助母亲呐、啊，这个把来访的这个客人给他招待好，所以这是母子连心呐、啊。这个母亲时时刻刻想念着子女，而子女也能够和母亲有这样的心灵感应，这是曾子的一个孝心使然，才能够啊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母亲呢互通消息。那么其实啊，曾子的孝行呢，不仅是在他小的时候例行孝道，甚至于呢到了他临终之前呢、他还召集门人弟子，让这个学生们看一下他的手，他的脚啊，他的身体，让学生看到呢他自己一生啊是非常小心的保护着自己的身体啊，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这是他要临终之前在把自己如何行孝、例行孝道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行为教导给他的学生。那么这个是真正一生落实孝道的大孝子，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为什么孔老夫子要把这个孝经传授给曾子。我们日后啊会学到这个孝经啊，它有十八篇，
就是因为曾子他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力行孝道的一个好榜样，所以呢，他才能够乘船这个学问。那么关于这句经文啊，在《论语》当中啊，中有一段话啊，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服小子。这一段经文就是讲曾子啊，在临终之前，啊，让他的门人弟子啊，看看他是如何落实孝道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呀，这些啊，手也好，脚也好，身体的各个部分也好，他一生啊，都非常小心谨慎地保护着。啊，就唯恐把父母所生的身体呢，让他受到伤害，这真是尽孝尽到了极致哦。所以雪宫老人也特别谈到啊，像这种情况啊，特别是过了50岁以上的人就能够体会到啊，生了病啊，有时候真是朝不保夕啊，你这个病了之后能不能再复原、再康复？这也都很难说啊。那么曾子有疾啊，自古啊有生就有死啊，生死有命。而如果一个人他懂得天道，他性命就不同了。所以孔子、曾子都知道人有死，但是呢，我们的自性，我们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啊，他们是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正是因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并不畏惧死亡，并不害怕死亡，他害怕的只是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和道相违背，有损于道，这个是他担心的事情。所谓率性之谓道，本性是道。那么，道它有体有用，这个体是性，用是人，而这个孝呢，它就是人的根本啊，所以这个孝它是排在第一的。而雪宫老人特别教导我们，我们要入道啊，要从理去落实，因为这个人它是理的根本。所以有老人在堂，有老人在世，我们要尽孝。那么即使老人已经过世了，我们这个孝心孝行啊，也不能够有所减损。所以儒家强调慎终追远，明德归厚。我们看我们每年啊，每到清明啊、冬至啊、中元，都要啊举办这个祭祖的活动。这就是说，几千年来的老祖先，我们都还能念念不忘。对于眼前的父母，我们哪有不尽孝的道理呢？而行孝，以我们身体来说，有孝之始，也有孝之终。像这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的身体是父母所生，是拜父母所赐。所以我们要对于身体，能够不敢毁伤，这是孝之始。你看，一根头发，一根毛发，我们身体的脏腑、四肢都不敢使它受到伤害啊。好，这是身体。人除了有生命之外，还有慧命。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而慧命是得自于老师。所以，老师跟父母的恩德也是同样的重大的。因此，损伤的慧命也是不孝啊。我们看到师徒之间，师徒如父子啊，这是老师如果过世了啊，父母过世是守孝3年，而老师过世是心丧3年。所以，对于父母和老师呢，我们都要尽到孝敬。那么，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于足，起于手。”曾子让他的学生来看一看他的脚、他的手，以手和足呢，
是代表他的全身，就说明他全身上下这个身体啊都没有受到毁伤，他很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身体。那么《诗经》当中说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并不是临时才这样，而是平时就小心谨慎。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就好像站在深渊的旁边，有危险这种情况之下，曾子他能够一直到临终之前，身体各个部位都还保护得很完好，这是他平常就临深履薄，就非常小心谨慎，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如履薄冰，我们要是有生活在北方就能够体会到你看这个北方的河水冬天结冰，结冰的时候你在上面呢可以走路啊，在上面滑雪橇骑马都可以，但是到了立春它开始融化的时候就变成薄冰，那么你如果再接着走在上面就会有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是曾子他在平日就是用这样的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来照顾好父母所赐给他的这个身体。而今而后，吾之免服小子。而今就是从今天呢，而后往后呢，那么曾子这是他在临终之前就马上呢要面对死亡，但是呢因为像孔子像曾子他们都是能够懂天道之人，知道人虽有死啊，可是本性长存，因此朝闻道夕死可以呀。他说吾之免服啊，吾之我都知道，免服免于损道。小子你看我免损道，而你们呢也要小心自己的身体，也要小心自己的心，自己呢要管好自己，要照顾好自己。这个呢就是老师呢在临命终的时候啊还给学生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确实也是非常的感人啊。那么这句经文我们就学到这里，大家接着看下面的这一句。诗书易礼春秋，月六经当讲求。那么这个呢是接着前面的这个如六经始可读啊，这下面呢就为我们介绍啊这六经都包括哪些内容。诗书易礼春秋，这个诗是诗经，书就是书经，也就是尚书，易呢则是易经啊，流传到现在的是周易。礼，这个礼啊包括礼记，包括周礼、仪礼，这都是礼经。再来春秋，春秋经。月，这是月经，合称呢就是六经。当讲求，像我们现在是有志于道啊，要学习圣贤之道，这样的读书人呢都应该要仔细的来学习，来体会这六经当中所传授的道理，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句经文呢就是特别为我们介绍的六经。这个诗就是诗经啊，它是我们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的总集。而在诗经当中，它收录了古代的诗歌
收了311篇，但是其中啊，有6篇，他的诗文只剩下篇名。所以呢，《诗经》实际上收录的数量是305篇。而在《史记》的《孔子世家》当中，就有记载啊，这个诗它原来是有3000多篇的。那么同样我们在《论语》当中也看到这句经文，说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以孔子他是有经过整理，我们说孔子是删诗书，这个删的过程当中啊，他就把其中有一些不好的内容把它删除。而他的标准是思无邪，也就是说能够使人端正心念，以这个作为标准，这才保留了300多篇的内容。而现代人说诗，一般都是说诗300啊，这是保存这个取它的整数啊，称为诗300。实际上呢，留到现在的有305篇。那么最早的时候，它只称为诗，但是因为啊，这个诗本身它也有载道的功能。它的内容呢也是传达着圣贤人的一种教化，所以后人为了表示一种恭敬呢，就把它尊为经。这是诗。再来我们看书，这个书就是指的尚书，书经，这个是书。那么尚书当中他都记载了哪些内容呢？他所记载的是余夏商周的政事。那么孔子删诗书，这个诗就是诗经，书就是尚书。孔子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也做了一个这个删削的工作，也就是说把余夏商周的政事里有一些比较纷繁紊乱的这些内容呢，重新进行了删定跟整理，并且把这些内容当中呢，把它纲领精要的部分呢，把它保留下来。纲领精要的内容呢，当然是可以垂现于后世的，也就是说这些内容非常值得保存流传到后世。所以孔老夫子是有经过这样一个删削的一个过程，把一些比较纷乱的内容啊，有把它进行了删除，保留下来的呢全都是最精要的内容。这个是尚书。这个易就是易经。其实易经呢本来是有三种，我们后面会学到，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好，这个连山还有归藏以及周易，这就是三易，所以它本来是有三种的。但是非常可惜呢，连山和归藏都已经失传了，现在保存下来的部分呢就是周易。那么周易呢，据说啊是周文王他被囚有礼的时候所做的，他被纣王啊这个囚禁在有礼这个地方。那么有礼就是在今天的河南。文王困而演周易啊，这个周易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所做的。而孔子为他做的十易，这个十易包括哪些内容呢？十易包括上象、下象、上彖、下彖、上戏、下戏、文言、
续卦、说卦以及杂卦。这个呢是孔老夫子所做的十义。好，接下来是理。这个理呀，也是有三种。这个在后面我们会学到两句三字经的经文：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志体。这个就是周礼。再来呢，大小戴，著礼记，述圣言，礼乐备。这个指的是礼记。那么当然还有仪礼。这是在十三经的注疏当中有收录这三部礼经，就是周礼、仪礼还有礼记。而十三经注疏这里呢是汉儒郑玄，也就是郑康成为他做了注。而到了唐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学家叫做孔颖达，孔颖达呢就为他做了书，所以这是十三经注疏当中所收录的。这是我们学理啊都要参考郑玄的注和孔颖达的书。这个是礼经。再来是春秋。这个春秋是孔老夫子在鲁国的史官所记载的东周历史，在这个基础当中把它删定而成的。那么当然呢，春秋这部书一出现呢，引起了很大的一个震撼。所谓孔子作春秋，而天下之乱臣贼子惧。因为这个春秋里面它有一个善恶褒贬的一个笔法，所以当时呢有许多犯上作乱的人呢，看到春秋这部书啊，他内心都感到非常的恐惧。这是春秋的笔法啊，我们后面呢也会学到。这个是诗记往春秋作，日褒贬别善恶。春秋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经典。那么一直到现在呢，春秋还有两部非常重要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我们非常熟悉啊，特别是第一部《左传》，也就是《春秋左氏传》啊，这是我们学习《古文观止》第一篇看到的《郑伯克段于鄢》啊，这个就是《左传》的。再来呢，还有《春秋古梁传》，这个都是《春秋》的注解。好，那么下面说月六经。当讲求。那么在这里呢，应元生老师在整理这个圣学根之根，他这个三字经的版本呢，是有把太炎先生 后来所加的一些经文放进去啊。同时呢，我们知道历史上流传的三字经，它版本之间呢，也有一些经文的异同。而在这里呢，应元生老师他所采用的版本是月六经当讲求。那么也有的版本呢，在这里是做号六经当讲求。本来这个月这个字啊，有的版本是没有的。而应元生老师在这里把月经包括在六经当中。为什么有号六经当讲求这样的一个版本呢？就是说对于这个六经的说法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有的学者认为说这个月经本身啊，它不是独自成书，应该呢是包括在诗经和礼经当中。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呢，这个月经确实曾经存在过，但是呢是因为战乱等这些人为的因素啊，使得月经失传了。其实我们要是
了解到中国历史上这个整个古籍发展的源流，以及呢它的刊刻啊、保存啊，以及这个散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就能够了解到，其实我们到这个时代还能够读到这些宝贵的经典，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呢？从孔老夫子整理这些经典呢，一直到现在已经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的岁月，特别是当时局动乱，或者是有战争发生，这个时候可以说对于文化、对于经典来说，都是一场浩劫。许多宝贵的经典都是在战火当中被烧掉了，或者是被毁损了。这个是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些动乱。那么同时有一些还是政治上的人为的因素比如说像秦朝时期的焚书坑儒，也包括后世有一些文字狱。那么这个呢，都是跟政府在政治上的一些行为有关，这个呢也会造成的一些宝贵经典的一些流失，失传，它的毁损都是非常严重。而对于儒家经典来说，在这个方面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连周安世先生也曾经讲过，儒家经典从古到现在保存下来的不过是百千分之一。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即使乐经当年曾经有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到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它失传了，这个呢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后世一般我们比较常听的是五经，一般都说四书五经，比较没有人在说四书六经，对吧？这就是这个乐经啊，已经失传了，是这个原因。当讲求，这个讲求就是我们要学习、要研究的意思。那么对于这些经典，我们呢，都要认真的来学习。那么现在我们其实通过学习三字经的这些经文呢，我们对于流传到现在的这些经典都有哪些篇章，以及呢我们在同盟养正教育的过程当中学习这些经典的先后次第应该如何来安排，在这个三字经当中都有给我们做了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说王应麟先生确实呢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读书人。尤其重要的是在三字经的经文当中所为我们列出的修学次第在这个方面呢就使得后世从事于同盟养正工作的这些老师、工作者能够对于如何对儿童进行教育，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个王应麟先生谈到，为学者必有初，小学中至四书，学完小学，我们在这里也为大家特别强调，可以用圣学根之根的内容来代替朱夫子的小学，小学中至四书。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学完了孝经，学完四书，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学习六经。后面还有谈到经济名方读子，搓其要记其事，这个经学完了之后可以学习子部。那么经子通读诸史，考试记，考试系之中史，经子通贯通了之后那么再来学习史部的这些史书，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就有所掌握。所以小学的经典是教孩子从这个地方来契入，而大学的经典则是教我们在小学的基础上呢进一步的在明白这些道理。
所以应元生老师在这里也特别强调，三字经当中所强调的这一套修学的次第是不能够打乱的。这样子呢，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对于经史子集这些内容，他就会有次第的来吸收来学习。这是无论是这个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啊，对于这个次第的问题呢，都应该呢要有所了解。那么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